新化神社竣工已昭和18年，1943年，民国32年了，建造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，太平洋战争，1941，民国30年12月份发生的，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，然后引爆太平洋战争之后呢，全台各地只有台湾神宫在台北市圆山附近，还有新化神社发现有烈士地下遗构，在日本本土也相当少见，具有历史保存的价值。而叫神社呢，新化神社最为特殊的莫过于地下神明避难所，是利用地形高低差建造地下室，有楼梯以上上层建物相连，入口周边为石砌挡土墙。上方为洗石子栏杆，相当隐秘。是啊，没有注意还不知道那个地方是神明避难所。里面的空间大概几平大，就是日治时期有烧神像的政策了，那要抢救神明神像，要赶快的请来放这里。就离那个湖，离那个码头很近哦。园区有很多石头雕刻艺术品。太像佛堂了，到今天选来这边参观。